华天敌消区日班保全出发。哦哟哟哟哟！主席好，主席好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每集提高手动搬砖时间十秒，每集提高废品回收 50% 拾取量。我要点什么？好了，搬砖大帝直接搬砖了，好不好？直接三点搬砖，哥现在是搬砖大帝了，不演了，只会搬砖。哎，等一下啦，象棋阿北是去哪里了啦？哎，那个象棋阿北不见了啦。哎，因为我干，原来在这里啊，靠腰。名叫大多数来了，象棋大帝不是？哎，我不太想动脑，哎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攻略呢？攻略快点，攻略给一下。自己玩靠背象棋很难，好不好？妈的，你以为这种残局棋谱很容易哦？因为我名叫大多数。哎，这个太复杂了，这个总可以求救了吧？残局就是你每局都要将军，你屁啦，这怎么将军？你教我啊，这怎么一步就将军？我天天棒皮，不会下棋就闭嘴，可不可以？哎，我马怎么死掉了？随便你啊，慢慢吃啊，白痴。靠自己，象棋天才，谁要看攻略啊？妈的！哎，这攻略呢？攻略快点，攻略点一下。哎，这个太复杂了，这个总可以求救吧？就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可怜啊！你以为我靠自己就不行啊？这是不是一步就死了、啊？这不往前我就赢了吗？哦哈，100元，爽哦！爽赚100，我看这个怎么好像有点难，这一定要回头吧？那最好就是把这只吃掉了。哎呦，送头，舒服，轻松150，象棋大师轻松150到手。哎，也是啊，以我的资质，那些攻略还是留给你们这些白痴去看吧。我的下棋资质哪需要什么攻略啊？拜托，可怜啊，搬砖去喽，妈就被人家发现了。上次的钱我转给你。哇，不用的，没事了，这样是不是会增加好感？那怎么可以？来，加个畅聊。加个畅聊。哎呦，我说，你最好自己准备个好点的安全帽和手套，避免受伤。工地的都不太好用。自己准备个安全帽和手套。曹凡添加至手机，手机畅聊，安全帽跟手套。哎，按、啊、你任务的安全帽跟手套，妈的还要收钱哦，会不会太恶劣？工地发生意外时能保障你的安全，所以你没有买安全帽跟手套会被压死，是不是？曹工介绍来的，因为我们有那个、啊，我们有增加时间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手动增加一下，这样可以增加一下这个，增加一下下次这个自动的钱的数量。哎，干！我应该加这个20的，操你！动快一点好不好啊？腿瘸了是不是啊？妈的，底层还在那里给我混啊！动作快点！完啦，又来不及啦！看来只能再搬一个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还有10秒。130元，舒服，这样子爽了，这样子爽了。工作结束，万物皆浮云，拥有好心情。吃个粗饱，食物满足感负二是什么意思？是都吃一样的东西不爽了，是不是？干你一直吃工地套餐不爽哎、欸，还是要去那个什么？躺平。躺平人生，奋斗青年，还是先去广场跟大妈跳个舞好了。
哦，嗨起来了！一到黄昏就能看到大妈出现在篮球场跳着广场舞，似乎能放松心情。来喽，广场舞。怎么好像变难了？我记得之前像残障同胞在玩的。早餐店里那温热的粥和我期待的眼神，大多数人都在拼命工作，在大多数的路上不停奔波，大多数时候咬牙坚持着，尽全力翻越不同的坎坷。等一下啦，左右好像有点左右不分呐、啊。走那么难，嗨起来喽！这是什么？衣服脏掉是不是？衣服脏掉要怎么办？我看一下，这有干洗店哎、欸，这感觉干洗店是不是太贵了？还去公厕洗澡好了。好，我们是乞丐，乞丐去公厕洗澡就好了。还是等下又要感冒？感冒30块、欸，不会两次都右边是感冒吧？笑脸，哦，我不是加100吗？为什么？还是脏兮兮的，所以这是怎样？衣服脏掉了是不是？寒风之中，蹒跚走过的路，走过的路。人海浮沉，年轻人不讲武德，不跟你下了。名叫大多数，名叫大多数。小子该还钱了，我靠，定时催债。哎，怎么变60块啊？我记得不是40块吗？怎么变60块啊？干脆单人间还会涨价的哦。操你的，也嘛好贵哦。部分区域已经解除隔离，疫情防治阶段性成果。要做快，又要去做核酸了。妈的！你出来！你干嘛？你他要打人吗？他不说要打人吗？啊！你真厉害！多大回事啊？啊！我督察，哇！来呀！啊！哎，师傅，可怜呐、啊。喂，这谁？哎，不会再听一次？中介阿姨。小伙子，用削区几平？小伙子，有个削区，谢谢。工资也就那样嘛。但是他们今天几平，取了200块钱奖金，我抽你50多积分嘛。不抽行不行？好感要求50，有50吗？哎呦，不抽行不行？这个小伙子那么有礼貌，抽你30嘛。抽你30嘛，好，谢谢。一直往东走，精华天地小区。精华天地小区来喽，要当保安喽。嘿嘿，日班保全出发。阿姨抽来抽去，抽那么多。精华天底校区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是中介叫我来的。不具备此技能，点击查看门卫保安，降低每集工作中6%受伤概率。等个身手好了，身手矫健一点。你来了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心智可能会获得好评，拿到额外奖金，个人卫生需达到40点。手动一下好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多赚点钱的。观察行人的对话，判断是否为小区住户。今晚回去做顿大餐，请朋友来好好聊天。每次正确判断可以获得额外奖金，但失误未阻拦会扣除奖金，小心判断。哇，社区保安来了、欸，哔哔，今天没什么事，提前下班真快乐。头好晕，我要回去休息一会儿。不行，这有什么会是不是的吗？不知道能再顺点什么东西回去，干你妈的嘞！这么简单哦，这小孩子也会玩啊。忘了带礼物，希望老人家不会生气。主席好，主席好，噔噔噔噔噔噔。
主席好。哦呦哦呦呦呦！哦，袭胸违停，违停了。哔哔，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吧。右键连点，点到手抽筋。哎、欸，业主好评次数零是什么意思啊？操你妈的嘞！啊，哎、欸，业主好评次数是零哎、欸。我做9-0，然后业主不给好评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这里怎么有个学生妹？哎、欸，我衣服快要臭掉了、欸，好像要去买一件新衣服了。哎、欸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来不及去下棋啦！飙起来飙起来，单车飙起来！哎、欸，怎么不能跑步啊？干，濒临崩溃，不想跑了。烙蝶，俺又来了，烙蝶。南方的秋意。南方的秋衣、欸、他没有教我濒临崩溃要怎么解决，洗衣服，衣服换掉就好，衣服脏跟他们崩溃有什么关系啊？看听老师有病耶、欸、还去买一件帅一点的，这样可以用久一点。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衣服店啊，这是什么配钥匙15元一把，干嘛 要偷人家的东西是不是？哦，这是洗衣店，今天洗明天就能拿，干，那我只有一件呢、欸、搞个毛啊，这游戏本马服饰旁边就有一间衣服店，去逛一下，该不会这是本马服饰吧？他不是有个本马服饰吗？啊，这个谁要买这破衣服啊，老子现在有钱啊，服饰店大肆购物一番咯。店员哦，高珊珊，珊珊是你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随便看，喜欢的话可以试穿。好的，我看看。我靠，妈的，怎么一件衣服要500-600啊？运动卫衣，进行锻炼时获得额外20经验，穿着此衣服工作时对衣服整洁影响减少20%。所以我应该要穿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工作时穿的衣服嘛？格子夹克，瞬间就喷了450、欸。啊，所以我现在衣物整洁了，可以跑了吗？还是不行啊？把这件格子衣拿去洗一洗好了。好、啊，我现在还能干嘛？好、啊、了，现在好像也不能干什么事啊，直接睡大觉了。还是还可以玩一下，这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到9点，可不可以玩一下？我看一下，汉电工五金学徒饮品促销，厨师外卖员发放传单，厨房杂工，社区志愿者洗浴接待。哎、欸，洗浴接待好像不错，这里有洗浴场，哎、欸，等下可以去松两节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干嘛？我现在不能干嘛嘛，只能睡觉嘛，对不对？小子还钱了，每周六还利息就可以了，放心，不会欠你们。有了有了，顶下来了。快递那边可以过去点，可以赌博。水果台 W， 快递那边过去一点可以赌博。快递。在大多数平凡的人群中，你是否见过我？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，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怎么按个赞都不会？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的都帮我点赞，那你们那些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